现在46分，在新竹那拍摄，是154金融财经港频道的。这个是 PP 1029猪头，铁道最慢 PP 之前还在 60。那个新竹人站。然后彰化铁道最圆满成功也正式结束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OK， 154就三星港频道的 PP 1029猪头，铁道最慢班 PP 之前还在40。36猪头 PP 之前号，驶离新竹站，尽量拜拜。接管159三星港频道的 PP 1029猪头加 PP 1036猪头铁道最圆满 PP 之前号，驶离新竹站了。然后彰化铁道最圆满成功也正式结束了，尽量拜拜。啊，新竹站以后再见了，尽量拜拜。